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lub 以及马来西亚盖亚卡店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副扩充的 Mega 沙奈朵牌组。首先看到我们的快龙啦，大鼻子非常可爱哦。它的特性是从手牌下到后牌的时候，可以从墓地拿两个基本的宝可梦到手上。那拿什么的？就看情况使用啦。来，接着就是我们的雪咪，雪咪好，从手牌下到后牌可以把手牌补满六张，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绿牌的手段。那再来我们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二十周年纪念的沙奈朵 EX， 第一招打二十滴，然后可以补20滴齁。那如果你加个头巾打50滴就可以补50滴，那就跟我们的歪鸟巨差一样。来看来我们的这个，看到我们这个 SS 的沙奈朵 EX 第一招打30滴，那如果对方的能量数量跟你一样的话可以多加70滴，那基本上来讲应该都用不太到就是了。来，接着看到我们的主角 Omega 沙奈朵，各位看一下它右上角有个双属性，你们看到它的属性同时属于超能力也等于妖精系，所以说我们打人的话是这两个弱点都有打出去哦，特别注意一下，非常非常强劲。来，第一招打110滴可以丢掉你自己场上后排的任意数量的宝可梦，你丢五张就多50，就打160；你多丢六张就打多打60，就变打170。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判断说你到底要丢几张，对不对 ？OK，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是半图，接着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来胡说术吼，在扩充的牌型是必放，好吧，必上，因为天空索罗横行吼，太多太多索罗牌型了，所以说你再放一个胡说术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阻挡索罗很大很大的功效。那接着就是我们的，来胆单放一张吼，就是为了说让我们来控手牌。来绿牌或者是来丢东西的话，蛋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或者是让我们放到后排来增加伤害都不错。它的特性是当它在墓地的时候可以任意数量的飞回来，你想飞几次就可都可以，它只要在墓地就可以使用它的特性，超级好用的。接着紫玉剑看一下，来紫玉剑它的特性是从手牌下到后牌的时候可以丢掉对手一颗场上的特殊能量，那这看情况使用了好不好。那 G 叉比较重点，来 G 叉只要一颗能量就可以抽一张奖励卡，就是在危命关头的时候，你可能剩下奖励卡真的拿不到的话，你就开 G 叉就可以赢了。你们发现，哦，好酷哦！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来，哇，奇拉蒂娜出来了。来，奇拉蒂娜很多人想看，对不对？配我们的 Mega 沙奈朵，它搭配沙奈朵的攻击的话，可以丢到墓地，下回合直接再飞回来三只，直接对后拍。对方的后排扣30/30的这个伤害，哇，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补刀兼控伤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放了三张，四张应该会有点太多啦，芒果觉得三张应该是够用了齁。其他蒂娜，来，那胡巴放两张没问题齁，就是为了铺好铺满的作用而放的。来看一下，芒果放了一张花舞鸟，从手牌下到后牌可以从牌组拿两张基本能量到手上，基本上来讲就是拿我们的妖精能量给我们的沙奈朵。好，沙奈朵天一能就可以攻击，为什么？因为我芒果等一下会讲到我放了一张场地。来，再来就是这个，来叠叠放在上没问题。来看到我们放了两张压缩器吼，压什么东西？第一压我们的蛋蛋，第二压我们的奇拉蒂娜，第三压我们的人物卡，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压掉吼。那再来就是，这个电脑通信芒果放一张，就是看情况使用啦，丢两张手牌，随便从牌组拿一张牌到手上，看情况使用，好不好？所以芒果也说不准。那你这个丢两张手牌的话，基本上来讲可以丢我们的什么？丢我们的胆胆嘛，跟另外一张你可能不要的东西。所以说胆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啊，一定要放，好不好？那再来全部的话放三张，因为我们沙奈朵基本上不太可能被秒杀啦，因为索罗现在最横行的索罗打210嘛，但是我们有抗性，各位，我们的抗性是二系，所以说对手打我们最多最多只会打到190滴，还不足以秒杀哈。那我们只要再贴一颗能量就可以做攻击，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次元之谷的场地，哦，减少自己超能力宝可梦一费攻击招式的无色费用。哎呦，你看，我只要一颗妖精能量就可以再加场地就可以攻击了，哦，好酷哦。好，那之后的话应该没什么东西要讲吧。来，阿塞放一张就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我们的这个扎纳米卡沙奈朵非常非常的珍贵，你基本上场上有两只几乎就要打全场，好不好？所以说他有可能被伤到的情况下，我们阿塞回来连同他的环一起回来。什么是环？看一下，来，这个装备在米卡一沙奈朵 EX 身上的时候，你进化成 Mega 沙奈朵是不需要回合结束哈。但如果你没有装备这张卡的话，你进化它就必须要强制结束这一回合，所以这张环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来，再来放了卡路奶，放一张。你的妖精宝可梦被打死之后呢，你可以任意从墓地拿两张卡回到手上。那基本上来讲，就是拿环、拿 Mega、拿什么东西哦，拿能量不一定，或者是拿场地。都非常非常的有可能，所以说卡路奶放一张芒果是觉得有必要的。来，古芝麻一张 ，N 两张，博士三张，这些都没什么问题哈。那我们马上来测试看看，哎，看一下彩虹，彩虹贴给谁？贴给紫玉剑，有没有？
第一个持续线开G叉，就这样子，所以彩虹能留尽量留住，好不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马上来测试看看吧。我们今天找了阅读哥哥来测试一下。OK， 来吧，看他玩什么。那我这回也算蛮强的啦 ，OK 啦，算强，好玩又强。二超草无，等一下有草，哎有草又二索罗，哎呦真的，你看他果然是拿索罗，没办法，索罗在我们扩充的世界真的太横行了，太强了，你懂吗？真的强到已经不是人在玩了，太强了。这个手牌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啊，我的妈呀，可是不到不好啦，我觉得不错啦，这个一定要下，齁，对付索罗一定要下，胡说术一定要，好不好？有效控，那对方一定也会有胡说术，一定也会来克制我啦，我觉得一定有啊。好，胆胆几手是不是？我想一下，来，先贴应该不会，应该没关系吧。嗯，先来一只就好。好，看有没有能量。哇，我靠，好伤哦！欸，太伤了啦！哎，我觉得我最近运气很不好哎。来吼，来丢丢丢丢三张。没问题，那等下就要拼场地了，对不对？来吧，换你吧。你看他如果胆胆在后排的话，我只要两张吼，我只要三张，其他地娜飞回来，他胆胆就爆炸了。有没有发现？说他应该不会让胆胆，他应该这次胆胆会撤退，所以说等一下我真的有机会可以来用我们的鬼龙来杀他的胆胆嘛，对不对？那芒果觉得等一下齁，我觉得我要先贴前面，因为我没有把握抽到场地卡让他的攻击费用。欸，好，我觉得先贴，好，各位先贴，我觉得要先贴，还是得先贴啦，不然我觉得太危险了。来拿一只就好了，那我单价已经丢掉了齁，尴尬。没事，我们还有快龙，我们还有快龙。哇，就抽到能量，尴尬。我们想一下，先打。来，一二三，三张，丢三张就好。胡说术千万不要丢，好不好？千万不要丢，140滴。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用那个奇拉蒂娜飞回来来攻击哈。宝藏，宝藏不错，宝藏可以。宝藏，等一下我们可以拿，我想一下，可以拿叠叠不错。可是重点是我们现在好像环少一张，是不是？我们的环。好，直接进化。好，开始绿牌了齁，索利亚克最强最强就强在第二回合跟第三回合，那个绿牌的哦，真的是太恐怖了，疯狂疯狂之绿。来，那各位要看他秀一下齁，现在胆胆全部回手之后呢，直接用索利亚克特性丢掉齁，无限回丢掉的话就是开始绿牌啦。来，再拿一张索利亚克，应该是吧，或是雪咪、蝶蝶都可能。好，索两克 ，OK。那我们这张高级球基本上应该是用不太到啦。那看他会不会放场地哦？他如果放天空场地，应该是不会放。他除非哈胡说术做出来之后呢，他才会放天空场地，好不好？因为他现在放天空场地救到我，救到我，各位是救到我的哦。他现在放天空的话赚到我了，因为我可以把所有的我的这个全部叫出来。奇拉蒂娜，那等一下我们要想尽办法让第二只赶快做进化，好不好？那他现在要打我的话，应该后排要放蛋蛋吧？他如果放蛋蛋的话，我们就很有机会哦，用我们的这个奇拉蒂娜，他放出来就有点爽到我们了，应该是不会放啦。阅读这么聪明，他怎么可能会乱放呢？爹爹 OK， 拿什么东西？你是没有遇到能量是不是？哦，骨之马抓罚站，
还好哥也有五谷子嘛。啊，他先打掉这只啦！啊靠，完蛋了！好，那等一下抓快龙，好不好？抓快龙，一定要抓快龙了。好，谷子马双无，好砸掉，没错，聪明 ，very nice， 非常之聪明。不过技高一筹，我们还有快龙，好不好？我们还有快龙。他看准了我的那个丢掉，对不对？好，这种时候呢，我觉得场地好像也不太硬，要需要硬下。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比较想要那个呢。来，给他们两个，再来。好，我们拿那个，我确认一下我们的那个在不在，快龙在不在？快龙在哈 ，OK， 没问题。来捡回来，然后来丢，我想一下丢什么了，丢这个好了。好，快龙捡回来。哎，其实我觉得现在捡好像没什么意思，因为我等一下，我想一下，可是我不想让他绿牌呀。来一，紫玉剑，紫玉剑可以留，紫玉剑可以留。好，先这样子吧，不然我没事做啦，对不对？来攻击，来丢，一二三，我们是打持久战哈，各位，我们这副牌是打持久战的。那他等一下应该会再杀一次我这只啦，我在猜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回手了，因为我们的那个用掉了，各位，我们的单价用掉了，那我们的快龙也用掉了，所以说等一下是没有办法回手的，我们要尽量撑住了，用这两只沙奈朵来跟对方周旋的。那第三只沙奈朵应该也是做得出来啦，不一定做不出来啦，我们试试看看好不好。好，他现在疯狂绿牌了，好，谷子马再拿一只，没错，再杀一次。好，那等一下我们用谷子马杀吧，120，所以我们必须要打90，对，90的话，那我其实不用丢怪物就打得死了。 OK， 好，可以。来，那这种时候我想一下怎么做比较好。来，我们派置上去，来先下猜前面的，然后这个时候我想一下怎么做比较好。来，我们先飞回来，哎，不对，先不能飞，先谷子马。那前面这是死定了，就不用理他了。那我想一下，来飞回来，一样给后排，再飞回来，再给后排。好，你看我一会儿打掉他两张，那个太好了哈。那这个我能量我就先不要贴好了，场地可以先下了，不然卡我手好烦哦。来，直接选咪。哦，想一下哦。好，先这样子吧，来先攻击。好，攻击。来一，我想一下，紫玉剑不要丢，因为我现在杀了掉了，我不需要丢。好，两张。哇，又来一张，赞赞赞赞赞，太赞太赞了。那你要胆胆的话，我可以拿这个吼，然后进化我们的沙奈朵，有可能可以进化出来哦。好，天空，那他现在应该也是杀不掉我啦，我觉得啦。他现在40滴的话，我要打多少？我想一下哦。哇，回收，尴尬。那等一下，我可以，也许可以进化成沙奈朵来杀他的爹爹，也许可以做到这样子吼。好，我们看情况哦，看情况。他应该杀不掉我了，那我觉得我这只沙奈应该放掉了，应该会放给他吧。
好，担架救回来索罗亚克巨鲨。哦，洗回去哦 ，OK。他想要四只一起绿啊。好高级球，他会现在开始做好做满，然后来揍我哈。那他现在应该雪蜜要下的几率有点不高我觉得。哦，直接放他出来。等一下，他不知道手上有这个我好赚哦说不定下回我就赢了说不定而已啦。可以哦，我觉得可以哦。他想杀我哦，他想多抽一点啦。他没有绿牌的啦，他没有双五啦，所以他要他刚双五洗回去了，各位。那我觉得我等一下有可能非常非常有可能直接秒直接赢了，好，我有可能直接赢哦。各位看好了，我们等一下的 combo 有没有双五啊？压缩器，各位，我们等一下应该会直接赢哦，注意哦。除非我的彩虹能量卡在奖励里面，不然我就没办法了，好吧？卡奖励的话就爆了，双五来吧！啊，没有双五，哦 shit man， 可恶！一二，哇，少一张尴尬了，尴尬了，尴尬了。可恶，差一点点。好像绿不出来，我好像也绿不出来那个呢。有彩虹彩虹我不要让他看到我不要让他看到。绝对不能让他看到。来，先飞回来，先杀掉对方的胆胆。没有啦，没有 Will Play 的啦。GG， 不行啦，我没有骨子马，我有骨子马我就赢了。爹爹，等一下，也许可以哦，有机会哦，我找一下爹爹好了。我找一下爹爹，说不定有爹爹哦。有呢，拿骨子马，好赢了。没有骨子马，哎呦干，没有骨子马。哎呦，烦哦，不然就赢了拿就拿了，算了吧，随便吧。没有没有 ，Will Play 的没有，好不好？差一点点，这三十随便给了啦，我就没差了，随便给了。啊，随便给吧，因为等一下也会赢啊。Seeker， 哎呀，没有 Seeker， 好吧，直接打吧，不然要干嘛？因为等下就赢啦，我等下开个巨杀就赢啦，是不是？一二三，好吧，先这样子吧。我场地其实可以压啦，不过我觉得没什么差，他打不掉我，他绝对打不掉我。然后我的那个环怎么不见了？我那个环呐、你看他现在真的，就算真的杀掉的话，我下回合一样可以赢我直接开个巨杀就赢了，对不对？他现在因为骨子马搞我这只啦。好可惜哦。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后台铺满，然后直接把我杀掉。可他后排铺满必须要用到胆胆用胆胆的话，基本上我的索亚，我的这个只鬼龙，我其他蒂娜直接就秒杀他了。我骨子马在奖励啦，可恶，生气符号，生气。骨子马在奖，在墓地啦，不是在奖励，在墓地啦。我刚如果 Seeker 应该说有拿到爹爹的话就赢了，爹爹的拿到骨子马就赢了，差一点点。因为我那个一定要拿那个宝你要干嘛？吹这个 ，OK。把那个压掉 ，OK。我再让 Seeker 也赢不是啊，我一定赢啦，我撤退就赢啦。好了，该打我了啊！一二三四五六，一百滴打我一百滴，一百滴其实不会，
换满血的 ，OK， 130滴。好，为了表达敬意，我们只好先来个场地，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其实我不知道干嘛，直接撤退吧，好不好？你看，我们的彩虹能量用到发挥用途了，是不是？噔噔噔，你看补满，补满之后，如果你看我场地，我是不是在贴颗就可以做攻击？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可是我们现在直接开狙杀就赢了，各位，我们开狙杀就赢了，这样 OK 吗？懂吗 ？Will play。OK 啊，才还在后面，难怪抽不到哦，真的是哦。好，那你看我们这个沙奈朵配那个会让对方的后排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哦，加上我们的沙奈朵其实蛮硬的，对 ，Mega 沙奈朵蛮硬的。那我们因为有用胡说术克制了对方的伤害，那因为又有抗性的问题，所以说索拉克是没有办法秒掉我们的沙奈朵的哈。那加上哦，对方如果要铺满场，必须要下蛋蛋，下蛋蛋就在我们的奇拉蒂娜的攻击范围内了。所以说，这副牌我觉得有点克制到索尔蛋蛋的这副牌型哈。好，那我们今天扩充的牌型就介绍到这里啦。那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组看看的，玩看看。那芒果觉得这副的难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啊，那就这样子吧，各位，拜拜。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 我们下次见。